好的，我们现在开一下这个北极饼哦，国产品牌啊，中博啊，有没有朋友买过的？很便宜啊，900多块钱，11.6寸的。中博笔记饼啊，深圳小工厂做的，看一下，你开的太温柔了，暴力一点，样子很好看，性能很差劲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包装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一看就是小工厂做的，这个 EVA， 这个泡棉，你看好小啊，等一下拿出来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真面目，哇，好漂亮的笔记本啊！这打开看一下会不会断掉？哇，我靠，多漂亮！你看一下这个颜值，颜值多高？颜值好高啊！这个笔记本你看一下，哇，好轻薄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几百块钱的笔记本，只有深圳才做得出来，整个地球就只有深圳才能做出来，谁能做得出来？看一下，好骚气的左右喇叭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加内存卡的，还送了一大堆东西，真的是买一送四啊！好的，开机看一下，开机看一下，开机开机，看能不能开？这哪里开？这个是开机是吧？耶耶耶耶耶！按了3次还不开，我靠，没电啊，不是吧，这什么电脑啊，我靠，这个屏幕真的是好乱清啊，我靠，没电，开机了开机了开机了，哇，这个速度可以哦，开机了，已经过期了15秒了，还没进桌面。哇、哦，这个系统真的牛，还是 Windows 10的哇、哦、，Windows 10的啊。哇，看一下，我估计能等个半个小时吧。吃完饭再回来吧。好的，我们先去吃饭。装一些软件啊、哦，还是可以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，就现在是 Windows 10的系统。看一下这个英特尔的4G的运存，哦，上面 CPU 是1.6赫兹的，64位的，嗯，再看怎么样？900块钱啊，就这样子的，可以了，还是农用啊，不能装大的软件，小软件用一用还是可以的。后期会不会电池鼓包啊、卡顿啊？问题都不知道了，先用着先啊。